这只我不知道到底打胜机强不强的这个入数啊！啊，太棒了，有一费手下。想选鹦鹉的话会比较好。选鹦鹉会比较好，不是鹦鹉啊，风怒鸟。我操！失误！我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想到救赎，我在想报复的问题。这样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前来报道。这你敢信？好讨厌感觉哦。感觉我整个会炸掉。Well met.
Well met. 谢佛龙。直接腐蚀他，这是三小。这也是蛮不容易的。Well met， 这很强吗 ？Taiwan WDV 谢佛龙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？就打老半天还在阿三，他到底在？他在吗？他在啊。哦，我要给他打个比赛啊！我们打个休闲。其实感觉也没有特别无耻，胜率也没有很高。我可能是因为我带憎恨者跟暴风博士的关系，可是不带到后期又常常很无力啊。我觉得带黑铁是绝对比另外一个好啊，绝对比那个虚无呼唤者好。你说虚无呼唤者常被沉默掉。我操！双倍刺双死亡领主骑手 ，Yep， 这就是我的对手。
觉得是出这张啊，这张盗贼太难处理了。他假掉一张闷棍之后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处理。你也懂爆牌，我操！会玩会玩，这张烧掉都还好。宝刀，他好了吗？他是好了。为什么我感觉到有三张死亡领主？哦，消失一张。打比赛。